早上平安，很感谢今天我们有神的荣美在我们当中。很快的，我们已经来到了2018年的尾声，在这接近300多天里，我们有经历过神给我们的磨练，或者是我们有在神里面得着到什么，还是我们能够，我们有在这一年里面，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。是神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在这每一年的365天里面，你看顾着我们，你保守着我们。是神啊，感谢你，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你。是神啊，感谢你来看顾我们。
的当中，阿们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喜乐心来赞美我们的神。
舍来赞美你。这神啊，你感谢你来到我们当中，今天我们的敬拜里面，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你的存在。这神啊，你来充满我们，你来带领我们，你来恩膏我们。这神啊，我们就在这里。这神啊，我们要来祷告，我们要来祷告，我们要向你呼求。这神啊，神啊，你来聆听我们的祷告。
是盼望，应该引动。我站起来，你在什么桌前？桌前。唯有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，唯有你配得我们一切的尊荣。
说你就是我们的主，你就是我们的王，好不好？鼓励你继续的跪在神的面前。可能当你跪了一段时间，你的脚开始酸了，你的脚也开始麻痹了。但是主的话也告诉我们，忍耐紧守在神的面前的人，并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里面。主啊，当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知道几个我们的归向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祷告说，在今天晚上，我不晓得你正在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挑战，或许是你家庭的挑战，或许是你在工作上的挑战，或许是你在学业上的挑战。就如同大卫他面对到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巨人的时候，眼前这样的一个巨人出现在大卫的面前，大卫的心中深深的知道，耶和华就是他的帮助者，耶和华就是他的力量。于是大卫勇敢的起来面对这一个哥利亚这一个的巨人。在今天晚上，我不晓得你面对到怎么样的一个挑战，但是主的话语告诉我们，当将我们的事都来交托给耶和华，并来依靠他，神必要成就一切的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。好不好？在我们这样在这个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，当祭拜团在重新的在上一次的时候，你自己的一个悟性来向神来祷告，告诉神，神啊，我正在面对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巨人，主啊，不晓得要将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巨人。主啊，神，正当我面对这样的一个巨人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的时候，主啊，我很想逃离这个环境，主啊，我很想逃避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生命里面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像大卫一样起来，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这样的一个巨人。好，各位，让我们在唱诗的时候，自己来把你的手按在心上，来向神来祷告，你是平安。Love.
主唯有你配得我们敬拜，唯有你配得一切的尊崇。主啊，愿今天晚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。谢谢主，谢谢你的同在，谢谢主。